所以我们也跟实际的这华人啊，通过那个网络，我们有这个联络的，啊，我们打算明年也开一个大会啊。所以你们刚才我给你的笔里面呢，就是那个网页，你透过里面你们可以找到过去我们的那个文件啊，啊，这个文件也是放在里面的，还有互动里面的照片也有，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啊，而且执事们他们也写文章。啊，他们的十年的经验啊，还是等等等等很多，啊，所以第二届的到现在为止，谢谢大家。再次感谢陈副主教这么生动详尽的说明哦，你看香港能够这么近这样的。我们也是西办，不西办20年了。是啊，所以台北总教区啊，在率先的示范这个也应该努力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请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什么，要请教。有20分钟，哎，有没有问题要提问？随便随便，来。我是台中教区圣召后援会的教友，我的问题是在培训的时候不管念任何的书学费呢，请问香港教区是教区支持、堂区支持，还是教友个人负责？这问您那里的经验。另外一个问题是刚才有提到婚配圣仪，婚配圣仪的时候执事是在祭台上还是在什么位置，在圣堂里面什么位置做这个？因为我有看过在祭台下弥撒后的状况，不是香港啊，我在广州啊，我在香港有参加弥撒，我在广州有看到这个婚配的这种圣仪，当然他们是神父在祭台下帮他们做圣仪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称呼哈，我们平常如果遇到香港的只是我们称呼他 father brother， 因为在美国遇到过 Deacon 就行了哈。 OK， 因为我很是奇怪，当然那是一个特殊的状况，在美国叫 father， 然后我是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以香港为主，香港是我们的效法。这只是因为他有那个体验，所以他们也许可做那个圣会的神事，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最重要他有这个学问而且有经验，这个是基本的，啊，不是人事的问题，不是，他最重要，他有学问，而且有经验，啊，可以做神事。啊，你有几个问题？我学费啊，我一说学费，因为我们学费对，香港我们有20年前我们新竹香港150年，我们成立了一个交友培训的基金。我也是负责的，我们差不多有1000万左右，我们每一年配100万出来，特别为教友培训的，一半就是到外面，比如去美国了、罗马读书了，比较10万、20万，我们要准备了。本地我们有50万，50万里面每一个教友也可以申请的，所以终身职事他们还没有申请职事，所以他们也可以参加这个。比如说读那个神学有9000多，啊，如果那个他们的神学那个主任批准的，我们一般有批的，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个教区成立的那个教友培训基金，啊。那刚才你什么在说台具体上这张那个是什么？婚姻就是婚配圣仪啊，只是要去主持的话，他是在圣堂里面祭台上还是祭台下？如果其实按照那个教会规定，只是可以主持分配的。如果地区你们习惯是上面就在上面了，如果你们上面也可以上面，完全没有问题。以前有人签那个纸呢，啊，在祭台上面的，啊，祭台上面好像修女一样啊，在祭台上面签纸的，一般就是在上面签纸的。但是2028年那个礼仪那个最新的规定，不可以在祭台上面签纸的，
一定在上面，但之前两方面也可以的。所以执事方面呢，要看你的地教区怎么样，但是可以，如果在上面完全可以，如果在上面也可以。执事就是不可以看弥撒，神父只可以看弥撒，执事不可以，执事不可以天教高阶。所以一般如果有人差不多在赴任中的时候，因为有关于的天稿解，所以他不可以。但是除了送身体的，什么也可以。所以临死呢，主持的婚姻啊，身体丈夫啦、神事啦、丈夫那个心目啦，完全可以。好。我想请问一下终身执事的归属的问题，因为像神父的话，他可以属于教区或者是修会嘛，那听起来好像是不是现在终身执事比较是归属于教区？没有譬如说我们其中有一个他本身是那个多明欧会的，他本身是一个律师，他帮助那个很多很多，其实60岁的时候他申请香港教区的，但是我就觉得你超过了嘛，你60岁了嘛，那么我都不接受。但是因为他帮助那个多明欧会，多明欧会的时候，他做的工作，他也读那个神学，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多明欧会的会长想信他执事。但是按照那个教廷的规定，除非你的教区还是你的社会有一个有规模的、有那个系统的那个培训，不然的话不可以的。所以他们没有，而且他读完神学不够的，还多要培训。所以最后他这个刚才讲的人，他又来我这边，但是我就好像陪同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安排。因为他多明欧会没有那个系统的那个 coach， 所以他不可以的。最后他跟那个陈书记谈，那陈书记问我的意见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他要挂单一样，挂单香港教区的，所以他的身份就是香港教区的终身执事。其实他完全的时间就是做多明欧会的事情，这个是特别的情况。所以按照那个规定，教区有可以教区的那个终身执事，那么社会以及那个Quaturio 或者那个 Pocolari 普西都可以有他们的终身执事，但是一定有一个规定的那个 coach， 有系统的，如果没有的话不可以的。一个两个随便，后面哪前面也可以。香港教区在1988年就开始有讨论成立这个执事，到1996年正式接受教的先生，经过8年之久说香港教区建制准备，就是我们看到胡锡进力量，他这种这种行动力量，这是教人非常之佩服。我现在要请问，在1992年6月，胡书记决定为香港协理终身执事，并进行3年计划，这是个决定。另外一个就是在1996年2月1日，正式接受教育行政总执事，在这两个事之一。我想请问一下，香港教区有没有像罗马有关神座形成要求他们的同意，还是向他们做个报告他们赞成的问题，还是就是香港教区自己根据八个问题决定，依照些规定按照他们自己决定，就是决定终身执事，人家接受教的行政，因为我就是
好，所以啊，我们啊，教会一边说啊，你有什么地位，有什么恩宠？如果你是教友，你有教友的恩宠；你是神父，你有神父的恩宠；如果你是主教，啊，当你信主教的时候，天主给你特别的恩宠。所以我们的胡书记啊，天主给他恩宠啊，这个决定，那么决定以后，他说是试用版。试用版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啊立刻到梵蒂冈的，因为是试用版，试用版每一个教区主教可以决定的啊，所以并说那个时候就是试用版就是可以那个教区那个主那个主啊主教可以决定这方面啊。经过了这样子以后呢，我是表示我个人我不敢说是抗议啊，我把我所知道的向在座的说一下。在我们知道在台湾地方的教区根据我的记忆加上没有错的时候，至少有两次在教会的刊物下面可以向人讨论有学有建立这个建议有这个中心知识，加上我没有记错的时候至少有两次，不了了之，正在发总主教到台北来接任总主教的时候，那时候有个机会，我当时跟那时候有总副理主教，我口头下面跟他建议中心其实，并且我还向他推荐了一位文章。这个也没有关系，现在会跟大家讲，我老祖向他推荐刘秀山可以作为一个候选人，口头上，后来因为没有，也我用书面写，我用书面跟当时的前总主教请求考虑建立中心机制。最后等了很久的时候，我不宣布名字，结果一位高级的亲将给我讲，他说他是受了警局介绍的，只是告诉我，回答我说，罗巴星座不赞成，没有同意。假如这个是真的时候呢？我就是我个人表示说，就是可以看。那么，香港教区说出要请我呢，我就是在考虑，因为当然副教讲得很清楚的，这跟你普通话跟你法主教有这个权利来的。但香港教区很慎重的派人到外国去考察，去研究先进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经验。香港教区尽力自学，应该教育这个需要，教区主教有尽力，没有需要别的教区的同意，不需要有大家一个主教队来开会来决定，每个教区的主教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中心制度。可是，据我的个人的经历，我不知道这个我所对的学生是真是假，可是那是一位高级神将，他学的是混了。总之，主教给我一个答复：罗马不赞成，还暂时没有。我们今天现在好像代表教区的主教对决定要进行了，特别是请老家副主教到这里来给我们来指导，给我们来告诉我们怎么来进行。好，三九九的七日。好，谢谢你，谢谢你的意见。要么任何事情都是经过一个过程的啊，有一个好的意见，慢慢讨论，慢慢到成熟啊，一个过程里面的。今天早上那个总主教跟我分享的啊，其实在这个问题在台湾已经讨论很多很多了。那么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所有的那个七个教区的主教，他们也觉得大家决定一致同意，在台湾可以推行啊复兴的这个中心执行的那个责任。但是从哪里开始呢？大家同意从台北教区开始。今天我好像听到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征兆。
而且我们很快的就是全普世教会就是信主我们凡尔以后50周年，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实践啊。所以不但是我们看过去，就要看未来。还有一个第二，那后面有一个像，对不起，后面一个。那么，请问副主教，要当终身执事，只有一个条，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问他的太太同意不同意。可是我的很多很多，刚才我就讲到，但是那个有在里面有一个条件，要问那个他太太同意不同意。现在我的问题是，他的如果他的太太同意，可是孩子不同意，那时候我们怎么解决？要不要问孩子？如果要问孩子，要问孩子，一定要在里面说。问太太和孩子啊，刚才说他们一定要开那个家庭会议，那个很重要，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其中里面因为那个太太跟他是已经以前的发誓了啊，就是那个婚姻也是一个圣教嘛，所以一定要太太的同意。但是如果他的子女有些不太同意，这个不可以阻止他做这方面，但是让他们知道。但是如果是规定一定要太太同意，所以如果有子女这个反对的，这个不构成他可以自赎。好像一个人做神父不一定他的爸爸妈妈赞成的，但是他要让他的爸爸妈妈知道这方面。所以过程里面，如果是真的天主的意思，最后可以解决这方面。所以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太太的同意，但是不一定要完全所有的人同意。哎，副主教好，各位兄姐好啊。这个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说这个，假如申请我因为我是台北圣家堂的教友哈，那我去过，欢迎大家来。那他说申请人年龄不应超过55岁，那我这里要说的是，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放宽一些？我的理由我的理由，这个副主教参考，各位兄姐参考，因为我认为他是说。这个服务协议是3年嘛，75岁，才可以才向主教请辞嘛。那主教看状况，第一个接受嘛，接受他退休，第二个也允许他继续嘛。也就是说，在年龄上，只要他健康可以，这个家里经济状况许可，家里非常和乐，而且非常支持他这个做服事的工作。就不应该限制在55岁，我当然没有错，他特殊状况还可以特别那个，那可是人家一般人看到这个55岁啊，就望之却步，那这样可能会对这个终身执事有意或是说有兴趣，或是说想要再进一步在那个的人，可能就你的意思，你譬如说我请你，你提议你要不要那个人数？要不要？你觉得？你觉不得？要不要定一个零？要不要？要，年龄要。那么多是多少？我放宽到66岁，我的理由66岁，大家笑好像不一样。没问题，为什么？为什么？75岁申请退休嘛。对啊。那这个服务的协议是3年嘛？对。那也就75减3是72嘛？这个培训的时间从申请。到晋升执事，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教材里面第5页讲，对，是4到6年，好，就算最长6年。那根据你的意思，就是65岁，66，好，啊，66以后你的弟兄，对不对？对。那么1年2年，我们应该考虑你有没有是信教。那么68岁了吗？68岁以后你又读那个神学了吗？3年4年，72岁了吗？72岁以后你又、要陪其他培训。比如到堂区的服务等等，74岁了，那么40岁你信继续，1年就要退休了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可以的，如果主张认为可以的就可以了。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因为这个都还要长期来见报嘛，那这个人是不是那个的话，根本就不要考虑前面那一段什么三到五年了、啊。就是说，如果你刚出来的意见，如果是做一年的主席，有什么意思吗？可以就用平信徒的身份就可以服务吗？对，所以对不对？所以那么你做很多工作，就是做一年主任执事，有什么意义？你觉得有没有意义？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要多鼓励一些人为服事主而。不是人的问题，最重要适不适合，对，实不实际，对，不是多人的问题。对，如果有多人但是不适合，这就会造成很多麻烦。对，所以我现在才了解、啊、我现在才了解说我们这个香港教区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有人才产生这么以前呢，有一个人72岁，他想申请啊，申请72岁，他跟我为什么你是不是歧视我啊？为什么我是有幸的，但是如果他72岁准备80岁，那么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做很多工作？是不是一个身份好像是很是高高的，那么不是身份的问题，最重要就是以教育教会啊的名义服务嘛。所以我就是通过这个经验以后，这是一个比较好，就如果你如果有没有那个规定，有人我先申请，为什么你推选我？所以比较一个方面，好像刚才说宋执事他就59岁，所以要看情况，但是一个考虑的，如果有人他不适合，而且太大年纪，我可以说对不起了，你62岁了，啊，我们规定最少55岁，比较方便一点。最重要，经过以后最少有10年，啊，真的用这个身份为教会服务，意思是一样。所以如果你们这个讨论以后，大家一起同意66岁，那么看啊、总主教怎么决定吧。